今日我会试俾大家睇浅蓝色水龙珠同深蓝色水龙珠系有咩分别。其实人体有七轮气场颜色，唔同嘅颜色咧代表咗唔同嘅状态。只要练习转换某种颜色咧，就可以做到咧增强财运、人缘、姻缘、事业啦，大大提升我哋嘅运程。想学习点样转换人体气场颜色咧，咁你就要报我嘅水晶彩光人体气场能量调频课程啦。爱是可发不可收，你是可爱到永远，我是真心舍不得你走。爱是可发不可收，你是可爱到永远，我是真心舍不得你走。一追再追，追踪一些生活最基本需要，原来早不缺少。一追再追，只想追赶生命里一分一秒，原来多么